坐落于澳门 JW 万豪酒店一楼万豪中菜厅，现推出12款季节限定大闸蟹佳肴美赞。大闸蟹选自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，以蟹膏绵密及蟹肉鲜甜为名，为蟹中的极品。万豪中菜厅挑选最新鲜食材，务求为宾客带来前所未有、永志难忘的餐饮享受。吴师傅的特大蟹粉小笼包是大闸蟹宴重点菜式之一，以一片厚薄适中的面粉皮包住美味的蟹粉、猪肉及上汤作为馅料。今次大闸蟹宴亦都特别用上各种不同的上等食材，配衬出蟹粉的独特滋味。脆口弹牙的蟹粉爆酱白花球亦都为宾客带来惊喜，每咬一口都会被甘甜多汁的酥炸蟹粉馅迷倒。其他季节限定的大闸蟹菜式还包括蟹粉石榴球、蟹粉扒自制豆腐及蟹粉小米南瓜羹。是的，那个大闸蟹呢，我们的时间呢，个泡沫呢就会去到11月30号，因为那个时间呢，到一段时间呢，大闸蟹这段时间由现在开始到11月几的时间呢，都是最肥美的大闸蟹。